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，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居。二时世尊食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，于其城中次第乞，以还至本处犯自轭，收衣钵洗足以敷座而坐。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，言稀有世尊：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足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，善哉。须菩提，如语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足诸菩萨。如今谛听当为语说：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言世尊，如咬玉门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，若有想、若无想，若非有想、非无想，我皆令入无如涅槃，依灭道之。如是灭道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道者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浮自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无所住行于布施，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，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虚空可思量否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相布施，福德亦浮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上见如来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上得见如来，何以故？如来所说身上，即非身上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，将具生实信否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，后五百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将具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与于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，闻是将具乃至一念生净信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识知识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，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浮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无法相亦无非法相，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；若取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，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着我人众生受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，以是义故。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，知我说法如佛如者，法常应舍，何况非法？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，如来有所说法也。须菩提言：如我解佛所说意，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非非法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名为多否？
苏菩提现甚多世尊，何以故？是福德即非福德性，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否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其福性彼。何以故？苏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苏菩提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四念我得须陀洹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而无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四念我得斯陀含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何以故？斯陀含名一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含能作四念我得阿罗含果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何以故？阿罗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罗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否？须菩提言不也，世尊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若阿罗汉作是念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佛说我得无争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阿阿难罗行者，以须菩提实无所行而名须菩提是阿阿难罗行。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，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在，燃灯佛所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是身为大否？须菩提言甚大，世尊何以故？佛说非身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是诸恒河沙名为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七宝满以所行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得福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胜前福德。浮次须菩提，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，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唯有佛若尊重弟子。以时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《金刚波耶波罗蜜》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波耶波罗蜜即非波耶波罗蜜，是名波耶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否？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无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三千大千世界所有微尘是为多否？须菩提言甚多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诸微尘如来说非微尘，是名微尘。如来说世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见如来否？
不也，世尊不可以，三十二相得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，是名三十二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行河沙等身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以时须菩提闻说是经，心解意趣，涕泪悲泣而白佛言：稀有世尊，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即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稀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即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五百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即为第一稀有。何以故？知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受者相。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即名诸法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报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稀有。何以故啊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啊？须菩提，如我色为歌利王割截身体，我于以时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何以故啊？我于往昔截截肢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，又念过去于五百世作忍辱仙人，于尔所世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生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，应生无所住心。若心有住，即为非住。是故佛说，菩萨心不应住色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即是非相，又说一切众生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旷语者、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此份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，如人入暗则无所见；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，如人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即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是人、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份以行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份复以行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份亦以行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异，其福正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而不可称量无边功德。如来为法大成者说，为法最上成者说，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，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即为何淡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傲小法者，着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则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，当知此处即为是塔，皆应恭敬作礼为绕，以诸花香而散其处。
就自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欲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应堕恶道，而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得值八百四千万亿罗，由他诸佛悉皆供养成事，无空过者。若否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八分不及一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，所得功德，我若具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则狂乱，胡而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依是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切众生实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爱上人上众生上受者上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否？啊，不也，世尊。如我解佛所说意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则不与我受记，与于来世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，以实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作是言：与于来世当得作佛好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诸法如意，若有人言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是中无实无去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一切法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义，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则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：一切法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，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明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名真是菩萨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否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，如是灵为多否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：以所国土中所有众生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皆为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
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否？如是世尊，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实，如来不说得福德多；而福德无故，如来说得福德多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否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，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是。以名诸相具足。须菩提，于物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以前为名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生，信心否？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为无所得也。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乃至无有小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复是须菩提，是法平等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以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须菩提，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罪，有人持用布施。若人以此波罗耶波罗蜜经乃至四句偈等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如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即有我人众生受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即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？须菩提言：如是，如是。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三十二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，亦不应以三十二相观如来。以是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故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佛不说断灭相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否有人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，此菩萨圣前菩萨所得功德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与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，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着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如来若来若去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意，何以故？如来者无所从来，亦无所去，故名如来。须菩提，若是男子善女人以三千大千世界虽为微尘，于意云何是微尘？众灵为多否？须菩提言：甚多，世尊。何以过？若是微尘中实有者，佛
即不说是未曾中，所以者何佛说未曾用，即呼言未曾中，是名未曾中。世尊如来所说三千界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。但凡夫之人呢，贪着其事啊。须菩提，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须菩提于意云何是人解我所说而否啊？不也，世尊，是人不解如来所说而啊。何以故啊？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四句偈灯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胜彼。云何为人演说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？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、阿修罗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《金刚波耶波罗蜜经》断而生信，绝相超宗，顿望人法解真空，波野味重重，四句融通，福德叹无穷。南无其缘会上佛菩萨，南无其缘会上佛菩萨，南无其缘会上佛菩萨。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